玩一把瞒着。给我一顿转圈儿啊！气死个人呢！斗地主再也不玩了，生气了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。你不是说你要从30000都给我移到3700万吗？等斗地主，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现在不行了，我血压上来了。还有1分30秒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直播间的500的抽奖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！我们先攒攒怒气，玩一把蛮子，这蛮子加强了，过来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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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砍转过来砍，暴击！这打着狗头人怎么不暴击呀、啊？40的暴击概率这么低，别暴击这招！哎呀，这边注意看防御塔怎么砸的啊 ！A 一下走呀，再 A， 我们能回血，问题不大。还有2秒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先 A 兵，别着急，吃个药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转过来，一刀，哎呀，没补着。拍，那打到狗头人身上咋不掉血呢？拍，转过来，暴击，致命点燃。你以为我打你不掉血？其实不然。听说蛮子加强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呀。你要干啥呀？嘿，疾跑开起来，减速回血。别，哎，这也能打着我啊？他也带着疾跑，我说的嘛。哇，这碗豪，这碗豪可不像人了，碗豪。来个皮孩，出俩攻速，来一个药水。哎呀，这碗豪啊！这把其实我装备也不是装备吧，我这个天赋都没好好点，对吧？我们的天赋点的都不对。羊刀瞒着怎么样？感觉不怎么样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馊主意。哎，哎，一刀走，哦，小反甲了。你挺有意思，还卡上兵线了，小伙子，怎么的？这兵 A 你不疼是吧？啊，这兵 A 你是不是不疼？吃我一刀，转过来砍一刀，再砍，怎么的？这兵打你不掉血了是吧，小伙子？我们升了，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，等个点燃。等个点燃，能好杀一点儿。
好，可以杀了。先吃个塔皮，省得一会儿塔皮吃不着。他凋零正好用了。好，可以上了。平 A 点盐，转过来砍，砍给大，再砍。等塔砸，用一个 Q。哎，又是你碗猴，我给你个鸡。呀呀呀呀呀！碗猴，你你大爷的，打他一个大招走了。先来个狂战士镜甲。我看看这个蛮子先出什么装备呢？我来个盾弓怎么样？如你所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哎，蛮子出盾弓感觉不合适，我们出海妖吧，要不？瞒着出盾弓，那个盾容易跟我们重叠。开战吧！砍砍叫鸡，砍砍吃药，砍砍不上了，拜拜。砍走。叫鸡，回个血，我觉得瞒着这英雄吧，之所以现在有点弱，就是因为这个英雄呢，他相对来说他比较简单，他不像那些其他操作的英雄特别难。一般这种简单的英雄就只能用他的这个基础属性，就只能用数据才能打得赢其他的英雄。这把复议吧，你管不管我啊？啊？凋零，砍一刀走，回血，走，叫鸡，跑得真快呀！哎。一个扣能扣死我呀，我操，刚才我这么多血啊，这扣扣了我多少血呀，我刚才有190滴血，他一个扣能扣我190，不能吧，那一个扣为什么能扣我190啊，为啥不能，就是不能啊，为什么一个扣扣了我190啊，这个才8点伤害，正常狗头人抠也就抠个150，他99层抠才，他也没多少层抠，那抠技能你给我算算狗头人抠技能基础伤害多少，再加上我的护甲，再加上他一共抠了99层，你觉得他能抠我190滴血吗？可能是手上带个不灭，多抠了30点。他妈的是真是不太行，他人家出点右边就砍不动了，这就不行了，这波没有大了，打不过他了。哎，太弱啦，太弱啦！哎呦，真的太弱啦，这个英雄啊，砍不动了。
这不是送，我只能砍他，然后把我们一技能刷新了，我们再一走。这波走不了了，死就死了吧。耶，八路奶粉玩不弱，你是八路奶粉呢？你是八路奶粉的亲兄弟呀、啊！他跟你说了，说瞒着这英雄特别的强，一点都不弱。那那么狠，怎么这垫底儿了呢？对不对呀？这将会是场。我们得刷兵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英雄他得刷，哎，刷起来就好办了。完了，快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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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舔他！不行了，拼不了。不拼了，也砍不动。给人刮痧。得那什么了。得刷兵了，开始不能再跟他砍了，再跟他砍已经砍不动了。出完海妖再试试吧。怎么暴击的概率这么小吗？你大爷的！怎么不暴击呢？这五十多暴击不暴击，兄弟，该暴击了。把他塔给他拔了。你瞅瞅人家家阿木木跟我们家阿木木怎么长得不太一样呢？俺们家阿木木就让人一顿追着打，别人家阿木木就一顿追着我打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别舔他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把这维克托杀了吧。300块可以接受。拆中。拆中啊。上路守一下狗头人不行，打不过。
没有装备没出来呢，一会儿再打啊，这波先把兵收了。你别跟他打啊，你打不过他，你别跟他打，你千万别跟他打，兄弟。俺俩跟他打行，你一个人跟他打肯定是不行。走，我们找他去。不行，对面维克托来了，这波打起来我们家肯定输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维克托来了。先套点盐。你看，我说维克托来了，非得要打，你说你干嘛呢？别打呀！还他妈还给我害死了，你说烦不烦人？这个亚索。跟走吧，跟说走不走，完事儿还害人，真是头痛。绿叉来一个吧。啊，自己不卖怪谁？行，那狗头先上了，我先搁旁边，我不去。那万一维克托没来呢？我问你，那万一维克托没来咋办啊？其实我也不用跟你说的老些，也没什么用。我说一句你反驳一句，我说一句你反驳一句，说啥也没用，真的。这习惯了，真的都是习惯了，拉倒了，不跟你说了。乐天听不乐天拉倒吧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反正说啥都不行，说啥就必须得反驳你，你说的就不对。你这个主播做事只要死了就不行，就不对。开战吧！我就是杀你家的仇人，就是说啥都不行，必须得质疑一下的。拉倒吧，打不动。算了，我放弃了，我不跟你打了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操，是真打不动啊！哎，怎么一百多护甲能打不动呢？这暴击不掉血呀，这也呀。可能得来个青雨了。砍了两刀砍不动，就算了吧，不砍了。我重伤。不是重伤的问题，你砍不动跟重伤有啥区有啥关系？我是砍不动他，你知道吧？他扣我一下，我得砍他十刀。哎，砍死这个女警。
真能猜呀。凋零，来呀、啊！等会儿我有减速，还回头躲我鸡，还挺秀呗，来给我点的来。哎，人多力量大。给我来个红，兄弟你别吃红了，让我们吃了吧，真的。马上来马上来，哎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捡的。对，就杀这维克托。别啊哈！没有队友了，那怎么？这不对呀、啊？怎么死光了呢，兄弟们？看来这游戏玩点这种弱势英雄是真玩不了，我发现。就必须得把把都得强势英雄才能行，要不然就难赢。人家家阿木木一个追着五个，俺们家阿木木幺六就赢。你能不能把这龙给我抢了，兄弟？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打的就特别难打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打着打着队友全没了，没有人了，很怪。杀一个维克托，俺们家死了四五个，我操！我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拆塔。我有听雨了，试一试吧。哎呦我操，这一枪，哎，这一枪得来无尽了，把无尽出了吧，然后出个这玩意儿了，先出无尽，先出这个，先出无尽吧，先出无尽伤害能高一点。女警射程有点远呢，刚才我都不知道那一枪能点着我，你知道吧？我没寻思他这一枪能点着我。阿木木呢？阿木木呢？阿木木呢？出来呀！瞅啥呢？这我点大了，怎么大没出来呢？我真的生气了，这两把，这两天这两把我打的有点生气了，这是你们逼我的，没有办法，兄弟，别刷乌鸦了，不玩，再输一把我就不叫蓝莲汉，别惹我。